社会不稳定，实际呢为了安定人心，就借由这个街友热食发放举办义佛。英国近期发生公寓大火，甚至有多起公共场所恐攻事件，造成人心惶惶。慈济志工都到场关怀慰问，也整理物资分送，要当安定社会的力量。本座是当代志安不牢。蓝天白云的身影穿梭在灾难以及发放现场，不少回台精进的志工都是艰苦知福，更懂得珍惜。慈济教的都是为佛教、为众生，还不如。不是只这样，还坚持对人们有都有感恩重重爱。We already have a lot of war, a lot of soldiers that fight in war. We need a lot of soldiers that fight with love, and that's what Suu Kyi does. 上人祈勉，一颗颗善的种子已经发芽，语言不通没关系，用心做就对了。一次呢，多了几个新的国度，就这样。厄瓜多也说啊，要成为第55个国家，那还有波士尼亚应该是第56个国家，萨维亚应该呢是第57个国家，对不对呢？做好事不分宗教不分国家，希望能为不安的社会带来一股暖流，彼此鼓励关怀，让爱徜徉你我心间。大爱新闻黄一杰检员及台北报道。